佛教智慧故事，贫女乞食。相传在南北朝后魏时期，五台山上有一座灵鹫寺，每到阳春三月，一例都会开无遮大会，无论出家在家，无论僧俗四众，男女老少，富人还是穷人，甚至是乞丐，都可以平等参加，一起享用斋饭。他是谁？不认识，八成是来这讨吃的。天底下怎么这么多喜欢占便宜的人？就算人家四月不缺供养，也不能空着手来白吃白喝呀。赵员外，请到斋堂里面坐。多谢小师傅。师傅，我们没有多余的钱财，这些蔬菜请您收下。多谢两位施主，你们那边请。请施主请。施主您。师傅，我没有其他的东西，只有这些头发供养三宝，请您不要拒绝。这好吧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您请那边坐。小师傅来了。赵员外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我早上还没吃饭，能先给我准备一些吃的吗？您稍等，我这就去。师傅，我还有急事要到别的地方去，能不能先分一些吃的给我？这不行，还没到用斋时间呢，不能破坏了规矩。为什么那位老爷可以先吃？你说赵员外，他可是我们寺院的大施主，每年供养的钱财不计其数。众生平等，怎么可以有贵贱之分呢？这总之不行，你再等一会儿吧。小师傅，我真的有急事。你们为何在此喧哗？师傅，这位施主说有急事，想提前用斋。请问施主，您是从哪里来的？从来的地方来。看来他也是一位修道之人。大师，请您大发慈悲，先分一些吃的给我。好，就依施主，去拿三份食物来，分给女施主和她的两个孩子。是。请等一下，我的这只狗也要吃一些东西才行啊。我们斋会只给人提供食物，不给畜生。众生平等，没有人我分别，难道人畜就该有分别吗？施主说的对，去给这位狗施主也准备一份食物。是。请等一下，我的肚子里还有小孩，也需要分一些食物来吃。女施主，你来这里求出家人不食斋食，却如此贪得无厌，是何道理？你肚子里的小孩根本还没出生，难道他也能进食？你再三所求，无非贪恋美味，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？苦瓜连根苦，甜瓜彻底甜，三界无着处，只是阿世闲。众生学平等，心随万境波，百骸俱舍弃，其如爱憎何？我刚才胡言乱语，得罪了菩萨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求菩萨恕罪，求菩萨恕罪。大圣，愿您垂示真正的平等法门，也好让我们一心奉行。持心如大地，亦如水火风，无二无分别，究竟如虚空。我有眼不识真色，学佛修行数十载，明知有平等不施之心，却控制不了自己心识的波动，随着境界而流转不停。明知要舍下这个外在的身体，无奈心中仍然存着爱憎之心，亵渎了菩萨呀！去把刀拿来，我要挖出双眼以赎罪过。大师，您别这么做。是啊，挖了双眼也于事无补。赎罪的方法很多，你又何苦出此下策呢？师父，弟子瞒着您，我按照大众供养财物的多少而分别对待，要是您自挖双眼，弟子岂不是要以死谢罪了？也罢，
你去把菩萨供养的秀发拿来，我要修建宝塔供养。明朝万历初年，圆广法师接任住持，为了要重新装修宝塔，在塔下掘出大势的圣发，发色变化不定。这座宝塔现在矗立在五台山大塔院寺的东侧，以戒后世。南无阿弥陀佛。